你借问一下，你迄间要甲我请外省哦？只是小事。啊，我平常你若讲袂出，平常送会到。平常讲要做我鱼，啊，无问迄间。小代志啦。真实的哦，迄间要凊彩我开的吼，内底准备好势未啊？拿好势出来哦。你想要听？听好西，唔通惹着我的名倒头栽。你爷爷，我叫做，你来叫我啥？十三米号阿龙啊！弟，拿身份证，听好西，我是十三号码头人，头像我是下头的阿龙啊！南北二路抢冠军。看水的肩，大家码头阿龙。对。听讲长一个拖三十几个，三十几拢住病院。个人的事，你算无着。叫嚣袂歹。恁爸王阿霞，嘛是看水的肩重。哎，这多人无咧受分散呢。我个感觉边仔个啊，我今日互相去用着，今日去叫我陪。我甲你讲。啊。别人咧惊你阿龙，哎嘛我讲。通电啊吼，应该。我无咧甲你信，
大门啊，钱也是我的，我来过来。No！姐姐，不爱你。你姓张？姐，是我面头前，无人敢敢把我钱啊拖走。你若有本事，是我面头前把伊拖走，我拜托姐姐去起用。姐姐，姐姐，我若敢在你的面头前拖走我所有人，你钱干嘛这么好看哟？查甫囝气魄好，哪里做个叫欣赏你啦？破婆啦，破婆啦，破婆啦！这你啊痴情啊，亲像你，你是要来跟人比？人家布头你布尾啊，对伊做是应该，我感觉是旧面子。这出戏文实在好看，好看吼、哦。是啊，抓走啊嘞，抓走吼。若无抓走。哎，查甫囝做孙啊！啊，不过我无放伊过来呢，后壁阁有诶呢，阁有呀！我即马老兄伫要来甲抬呢。吼、哦！啊，可是我今仔请一本尔呢，请一日尔呢。不要紧啦，我即马着讲要来换装老兄弟，我后壁十几个计演员咧等你啊。只是小事啦。你拢穿乌西装呢？是安尼是啊。要名话。切！今仔大意思你，你去啦，去上班吼。